要拍一張清晰的照片，就那個快門速度夠快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事實很可惜，我們有很多時間我們不容許我們的快門太過快，例如有時不夠光、天氣比較暗或者室內的情況下，我們有時是需要用慢一點的快門的。當我們用慢一點的快門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是用三腳架最好，但當我三腳架都沒有辦法落的時候，那我們就應該是看看我們用的鏡頭有沒有一個避震的功能。有些鏡頭是有 IS 或者是另一牌子有 VR， 這些鏡頭的話就說它有一個內置的避震的功能。就我建議所有朋友，如果你的鏡頭有避震的話，你應該不妨將它的功能將它打開。例如它說可以避震三級或四級，代表我可以比安全快門再慢三級或者四級都有可能拍到穩定的相，咁呢樣相當重要。咁如果你嘅相鏡頭係有 IS 或者 VR 的話，我建議你一定打開佢用。